皆さん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Good morning, everyone. 欢迎到夜莺的双头空气。又来开讲的是夜气八嘎子半倍半都是就该啊 ，Yes, yes, hi, hi。好的，上一次呢，史密斯，竟然传回了过去，成为了过去的 Blade 吧，跟伊扎米一起打倒了现在这个局面。而在最后呢，绿绿竟然想要搭上史贝利亚。是说绿绿一开始就是从史贝利亚眼中喷出来的，现在搭回去该不会会变得跟那个绿绿刚醒来的时候一样那个发狂状态吧？意识被抢走之类的，会吗？还有，其实我觉得越想越奇怪。如果说一开始布雷板去救场，然后才有后面这些故事的话，那最一开始呢？最一开始的布雷板究竟是对吧、啊？如果史密斯没有一起被布雷板救，然后一直演到后面去日本那边那一段的话，但那个时候是在日本打嘛，是吧？他那个时候在海上打。但是确实是在哪里，不是吧？对啊，如果没有说，就是一直史密斯一直待到后面，然后跟那个科努斯嘛，然后一起融合穿越到过去成为布雷板的话，那就没有后面那些事情了。那最一开始救了伊扎米跟那个史密斯他们的，究竟是对啊，那最一开始的布雷邦究竟是谁？最一开始的布雷邦总不会是伊扎米吧？为什么？对啊，如果最一开始史密斯没有活到那边的话，也不会变成布雷邦的。那最一开始到底是什么救了他们？好啦，那么我们就看看这次的 episode 10吧。BGM 关掉 ，Countdown 准备好，我准备好了，来 ，Countdown ready， 3 2 1 start。露露竟然要去打史贝利比亚。艾博，おじさま？这是回忆吗？突然间变成像电影一样的模式。塔爆了！啊 ，bad end 吗？啊，不太棒啊！啊！史密斯挂掉的路线啊！哦，但是啊，伊扎米也挂掉的路途吗？哦，这个时候露露还不知道。ブレイバン是伊扎米吗？史贝利亚，史贝利亚存活到最后了吗？啊，班布雷多！啊，哦，这个时候露露才知道，要是这个。这个路线的露露现在才知道布雷邦是伊扎米，啊不，露才是史密斯啊！
啊！また过去把他弹出去啊！现在史密斯又跟着伊扎米。哦，所以这个过去，这个过去，鲁鲁到最后布列邦挂掉还知道。又或者是说，其实一开始确实是有布列邦去救伊扎米，但是那个史密斯成为布列邦回到过去取代了原本的布列邦的可能性呢？那就不会有一开始的布列邦不存在的问题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啦，取代了原本的布列邦这种事情。我靠！曾经穿越过时间的那个科努斯跟史密斯的合体那个核心，当作时空机器吗？哦，所以这条路线就是露露一直没有跟。没有搭上 Spelunbia 的路线是吗？啊、哦，所以 Spelunbia 的信龙的罗密是跟布列邦一起战斗吗？不是跟他对打，而是跟他一起战斗吗？哦，这个一路归到最后的 Spelunbia。也就是一，露露说，就是因为你一直没有参战，所以才害布列邦跟那个伊扎米死掉的。欸，不是，哦，最后的 Death Drive 是靠同归于尽解决的吗？一起吧，卡斯塔！你也想要成为 AU 吗 ？Hero！ 这个时间点是露露刚被史密斯弹出来那个时候吧？哦，所以他才刚回来就对了。这个路线，难怪有那个外套。难怪怎么突然间有那个外套？哎，不对，那个外套上集就有了吗？嗯，那个外套什么时间点才出现的？哦，哦，哦，难得。誰がいれよ。あー、来路、来路不明的ルール。え？他是哦。又，他们又跑回夏威夷去了，所以一开始会，哦，这不用绕地球一圈了。绕回去夏威夷啊。
你在没？哦。诶、欸，哦，他们还在日本呢、下一个赶到战场的是，哎、欸，不是。哦，如果现在这个时候伊扎米赶回去的话，就会选择用同归于尽方式。使う？おお、最高か。ん？遅い。他已经把未来的结局告诉 Svelvia 了吗？哎 哦，真正的嘎呆！哦，啊，什么意思？啊！伊扎米，你现在就把他杀了吗？新疆干啦！你现在才把他杀了！喂喂喂喂喂！新疆！啊！假奈良，这这哎，哦，你使用禁语了吗？不是，你已经把死，你已经把一生卖给。是伊莎咪没问题吗？他好像已经挂了呢，都口吐白沫了。哦，还活着是吗？史密斯的房间吗？直接把他绑架。哎，
然后就是因为他搭进去，所以史密斯才输的。I love Lobo. Oh.セカンドバースデーだ。ダメか。はあ。赵源，你们有母语的吗？哈哈哈哈大丈夫かしら？三天。啊！为什么？射死！让啊！所以那个时候，史贝利比亚才说：“如果那个时候的我有勇气的话。”勇気があれば何でもできる。いくぞー。うわー、すごい。あー、すばい。你觉得你在外面听吗？やいか。照れちゃう？と。あれ？あ。ルルの記憶传过去了吗？哦，过去的史贝利比亚跟露露之后跟他一起长大了吗？保养他的剑。那是你真正的愿望吗？啊，艾波，原来未来的我已经接受绿绿了吗？
怖くないよ。あ？言い方。お。ま、え、変身？合体？我真的哪里看过这个剧情？魔法少女変身！我忍忍在里面也自带驾驶服就对了啊，还有纸哎、欸！哇，かっこいい。あれは愛なのか。はあ。那个驾驶服又变回去了，哦，啊，哦，啊，比较有亲切感吗？隔壁。啊，还是很宠绿绿嘛，是不是绿绿啊？哦，这一次就变成不会只有布列邦一架对抗那个夏威夷的 Deathstripes 了。啊，他把那个啊，因为不想再让其他人死掉，所以。おお、勇気があれば何でもできる。通常这样讲都不会死。啊！哇！戦うことは解けるのだろう。ただただ見つめるようにそれが出ながら
其实如果说以那个 Smith 变成 Bleban， Smith 变成 Bleban 的话，那其实 Smith 在这边跟你张咪十指交扣，其实就跟握着驾驶杆的意思是一样的嘛，他的操纵感。所以当以上面一直握着 Play 版的操纵感的时候，就是这个形象啊。哦，所以一开始就已经讲 Play 版是 Smith 的事情了吗？好。哦，所以操纵感，以上面一直握的操纵感就是十指交扣这个景象吗？哦，可以可以，我这不知道他有没有那么想过啦，还是原本只是想要这样子画而已，我甚至把它连在一起而已。哦，其实可以当成一样的事情吗？伊扎咪握着我的操纵感那一段，就是当初那个《Saints Gate》的 OP 里面也是藏了很多后面剧情才会讲到的东西嘛。你要说其实，Yuki Bagas Ban Bleban 的 ED 里面，其实早就已经在讲 Smith 就是 Bleban 的事情了嘛。透过这个十指交扣，好啦，哇，伊扎咪直接在老外面前直接社会性死亡，我想他应该不会讲出去才对。你继续，伊扎咪，我不打扰你了，默默的把门关起来，露出了姨母笑，这样子，继续，啊。对吧，被你们抓起就把它弄开了。啊，史密斯哥伊扎咪果然啊，不是单方面因为是那个史密斯跟哥伦斯合体变成布雷榜回到过去之后才让布雷榜怪怪的，其实他们两边早就已经啊，对，我之前那一次那个拳那个 boxing 那边互相肉体碰撞，啊，即使从那个时候开始，伊莎咪就已经对，说不定更早就已经，啊，好啦，我觉得这好棒哦，好赞哦！有没有已经开始画本本了、啊？有没有已经开始画本本了、啊？这次拿着 call me 会不会已经有他们的本本了、啊？只是说，应该还是回到肉体史密斯吧。不列板，如果还是维持不列板状态的话，感觉有点……不对，也是可以。我有点太，虽然有点太过激，不过操纵感确实可以。不是，算了，这些事情留给本本想好了。好了，じゃあ今回の配信はこれです。よかったらチャンネル登録と高評価、ツイッター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もうじゃあ下一次と同時開催中の See you next week。再见喽，また来週 ending。